中。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跟分享的是最佳台语女歌手奖。这个奖项呢，都是很多观众跟媒体很关注的。当然，更重要的是竞争真的非常激烈。今天我们也会邀请几位入围者来跟大家分享他们这一路走来以及这一次入围作品的心路历程。我们先来看看第24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入围的有。届流行音乐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入围的有。浑厚嗓音的星光麻辣教师歌手张凯雅。独特台语 R&B 唱腔的天籁美声秀兰玛雅。蜕变后甜美与深情兼具的新唱腔吴淑敏。有小江蕙称号的都会风格新女生吴声梅。不懂台语却用台语唱出感动歌声的上海姑娘李雅莎。全台台语界的流行电音天后谢金燕。到底谁是今年的台语的歌后呢？今天有三位入围者坐在这，先介绍秀兰玛雅，恭喜。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恭喜恭喜哈。接下来这位是李亚莎，来跟大家问好。大家你好。好，接下来是韩雅老师，哈哈，来跟大家好。大家好，嘉哥好。是，哇，今天真的很开心看到三位哈。其实三个人的风格就已经不一样了，但是今年却入围六个哦。对，六个哎，竞争很激烈。这是我入围以来最多的一次。哦，今天哦，秀兰玛雅攻击入围是非常有分量的，因为他个人参与的，今年是第24届嘛。对，你入围过13年份的14个奖项。几乎是一半都跟你有关系。对对对对，因为我也有入围过新人。对，然后第一张就入围2项，所以很荣幸。他参加等于入围过13年了哈，然后14个奖啊，拿了几座？就一座，看今年能不能拿第二座。也不错了，拿过一座了哈。对，那所以你自己看怎么办？今年怎么跟以前好？你比较下来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战况吗？那以往就是5位嘛，是5位都不见得拿得到，还6位对不对？对啊，我其实台语专辑的话是连续入围，是好厉害。然后谢谢。然后从第15届拿了一座奖之后，从第16届开始计算，今年又入围了第9次的评审，第9次应该。蛮多的，长长久久拥有这个奖，对对对，应该不错吧？不要等到10全10美，好吗？你是有这么在意是不是？就你哎，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哈。我每年都在台下陪人家做啊。好了，对不起啦，我代表政府跟你说抱歉啦。好了，那麻烦一下哈，第二座金曲奖什么时候？我跟你讲哈，这真的很难讲，对不对？我想秀兰玛雅一定感触很深，因为每一年都有很多后起之秀，也有很多前辈，也有很多跟你同梯的。但是我觉得不管得不得奖，你应该觉得很骄傲，因为无论世代怎么交替，秀兰玛雅都在现场。哇，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哎！谢谢，后浪你们不要推得太努力。15岁就开始参加歌唱比赛，出了超过15张专辑，还荣获第15届最佳台语女歌手。秀兰玛雅独特的台式 R&B 唱腔，虏获广大歌迷与评审的心。连续9次入围，这次他有势在必得的气势，但紧跟在后的新人一样不遑多让。亚莎分享一下，您是第二次了。对，第二次真的非常开心，我真的很感谢所有的评审对我的肯定，因为第二次又入围同样的奖项，对于我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肯定跟鼓励。对，连续2年出了台语专辑，然后都入围，其实也是到百发百中的，这把是加厉害。对对对，真的谢谢。您要做接棒人吗？你现在是在威胁他吗？这个不管入围几次哈，这个只要辛苦做出来的作品能够被看到，其实就很开心的。对，像
韩阳老师是第一次入围，对，对不对？第一次也算是第一张专辑，也是算第一张专辑，对，哇，嘛是百发百中哎，所以应该今天最紧张的应该是他啊，你现在是给他压力是不是？你每个人都要打击他，对不对？有吗？来来来，心情如何？那个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当下，您在哪里呀？啊，我其实是在上课哦，因为我在教学生这样，那我一直觉得说这件事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是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去拜拜，哦，然后可哪一家庙快点，给你敲点，哪一家灵啊？哦，500+呢，真的，还百吊酒入围呢。因为我那时候去拜拜的时候，我有那个就是瓦杯啊，哦，然后就瓦杯安娜贡，他就给了我给了我8圣杯，这样真的，哦。然后想说怎么会这么厉害？嗯，难道真的是显灵了吗？是，对啊，因为我觉得在今年大家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台语歌手跟台语的专辑，对，我能够被肯定然后入围，其实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且非常开心的事情。对呀，啊，嗯，不过真的哦，韩阳老师应该特别激动，因为他唱歌很多年了，不过他还是老师的身份，所以也不是完全的职业歌手，却能够得到这样的肯定，很爽哎，连跨界成功啦，对不对？李雅莎与张涵雅在歌唱比赛中都曾经是最难缠的踢馆大魔王，而且演唱的都是拿手的国语歌曲。现在李雅莎是连续2年都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张涵雅则是一推出台语专辑就雀屏中选，两个人的歌唱实力真的都是相当雄厚。所以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这个张涵雅老师好了。其实很早以前你在电视节目比赛就曾经出现过啊。对，我其实这是应该说是比赛非常多非常多了，是对，很多经验，老战将了，是，而且还是冠军级的歌手啊。那个对啦，年轻的时候，东森新人王的时候，对对 对, 对, 对，你知道网络是很可怕，什么都查得到。对，真的耶，多久以前的事啊？掐指一算，应该是7年前。7年前，所以这也很奇妙哈。其实，李亚莎也参加过很多比赛，那其实秀兰玛雅也是哈。那可是你们两个就走上歌唱的路，您却没有哎。您当年是冠军哎，为什么你还是去当老师？你没有就出片？对，其实那时候可能也没有太多机会，然后签了经纪公司之后，可能也没有什么积极的发展。还是有签过就对了。有，然后签了之后没有发展，就继续回去教书。是，对啊，安居乐业也不错了。对，但是后来也在很多的台湾的选秀呢，担任这种踢馆的角色，踢馆高手在这里很厉害的。真的吗？对呀，其实亚莎也是哎，他们两个有踢过，你们有互踢过吗？互踢过。两个都很，所以其实你看秀兰玛雅你很幸运，你看你一年这样出，没有人来踢吗？不是啦，就是你看你的唱片公司对立就会你一年这样子倒倒入围，其实很幸福呢，你还要再抢第二个奖，我做很久了，好知道，算是常胜军，蛮了不起的。所以亚莎，你面对这么强的对手，去年也碰到嘛，对不对？因为你去年也入围同一个奖项，你听过秀兰玛雅的歌曲吗？有啊。感觉如何？很好听。是，谢谢。但是我觉得更了不起的是亚莎，她是一个上海姑娘哎。一切都是很对我来说很奇妙的事情，因为我其实上海人嘛，然后你们听我讲话就是会有一些口音，其实是上海的口音。那我在上海都是讲上海话，然后讲到国语的时候都不是很那种字正腔圆的。就以前比赛时候有被人质疑过说啊，你为什么讲话没有口音？然后为什么要学台湾腔？什么什么，甚至有人质疑我说，哎，你是不是以前会讲台语还是什么？有亲戚在这边，其实没有。那我也是台语是很偶然的，是在比赛的时候，当时要突破嘛，是。然后就有朋友建议说，哎，你既然在台湾，你要不要试试看台语歌？是。我当时其实自己是很抗拒的，因为我觉得台语歌，我觉得那台语对我来说就好像外语，很难对听，就觉得很难，怎么可能？是，所以你一句都不会吗？那时候 我完全不会。然后那有比我辛苦啦。对呀，阿伯赢了，讲给他好不好？给我啦，我们在这里分掉了。这个我算一下，我做了几次了，让我考虑一下。真的很辛苦，因为就像他刚刚讲。他是像学外语一样嘛，因为他不是福建厦门一带，是上海，对对，所以你怎么办？你唱这些歌应该很难。后来就是偶然听到了二姐的《给奥》，我觉得很好听，启发了，很感动我就去学。那当时学其实是用罗马拼音，一个一个字就是在那张纸上，就是全部都是罗马拼音，密密麻麻的。你现在还记得怎么唱吗？
是给瑶，给瑶会啊。可不可以唱两句？来啦，唱两句给瑶，你听看麦。嗯，那我唱副歌好了。好好好。阮将青春给伫恁兜，阮对少年对你对到老，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乎恁兜，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回去的时阵若到，我会让你心操，因为我会不甘看你为我目屎流。听，而且是很有难度的，对他来讲，感动感动哈、所以能够入围哦，坐在这里真的很了不起。每个人都有一段历程哈、那包括我们刚刚讲到所谓的在选秀节目里面的表现，其实我觉得韩耀老师也很厉害。上网看了一些你过去的舞台的表演，有的时候其实你是国语歌手，还是个 rocker 的感觉。那但是你现在却是个台语的入围者。其实我一直很希望台语歌能够多元多方面的去发展，是就像粤语它一样是方言，哎，对啊，可是我就觉得台语歌应该也可以做出很多是让大家不同风格的，对，让大家觉得很好听，然后会想唱。像我很喜欢就是阿妹那时候出的那一段时间的歌曲，对，那个台语歌我觉得也就是很有味道、所以就给我很多很多的想法，我要做很多不同风格的台语歌。是，对，所以呢这三位的歌者呢他们都是很强的入围者哦。待会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他们这一次的作品跟之前的有什么不同。休息一下再回到 iMusic。